需要安慰，最需要帮助。你先走吧，我想留下来，看看我能为他做什么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。你的叶灵真好，那也没有办法，能够安的叶灵呢？啊，你最好就要填饱了一下，否则他会一直这样下去，他的心结是打不开的。 兄弟呢？现在保安团和你们张家的人在到处找我们呢。哎，我兄弟先跑了，我要不是为了收你的尾款，我也跑了。拿了钱之后赶紧走人，不要再回龙阳镇来。是是是。还有，万一要是失了手，被抓了，知道该怎么说吧？知道，您放心，收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们就算是被抓住，也不会把您供出来的。 是，哎呦，疼啊！你别动啊！你轻点行不行啊？你老动，我怎么给你上药？别动！哎呀，啊！哎呦，人家疼，你有点耐心行不行啊？没良心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别无理取闹。呀。 干嘛又生气呢？你看看，你这个爹就是没耐心。你说我受伤，他服侍我一点耐心都没有。哎，我怎么没有耐心了？我怎么就没有？我来吧。这，哼，男伺候。娘，人家，还是子谦好，一点都不疼。 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哎，我不过是受了点皮外伤，
可叶琳呢？哎，叶琳啊，这确实可怜。不过，他还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现在天宝和叶琳成不了亲，也就得不到秘方，也得不了药厂了。子谦呐，啊，这件事情是不是你从中作梗了？爹，我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呢？ 叶琳是我表妹，我娘也受伤了。哎，我就是下手再狠，也不会做这种事。我现在是恨不得抓住她，抽他们的筋，扒他们的皮。就是，哼，我们家子谦才不会对他自己的娘这么狠心呢。现在天宝虽然成不了亲了，但是爹如果一意孤行， 叶琳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，我已经派人去过了。他虽然是自杀，可是现在情况还算稳定。哎，叶琳是个好女孩，可就这样被人糟蹋了，实在是可惜呀。她无缘做我们张家的孙媳妇。 爹，你也别难过了，事已至此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叫叶轩多回娘家去看一看。叶老师他们有什么需要，你要多帮助他们。啊，放心吧，爹，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 有件事情，我想跟您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啊，爹？您本来是打算这个天宝成亲之后呢，就把药厂和秘方交给他。可是现在，天宝和叶琳的婚事已经吹了。 我觉得您就不要把药厂和秘方交给他了，而且我觉得东北的分厂应该暂时搁置。不行，分厂已经筹备了这么久，是势在必行。药厂交给天宝这件事过去我就决定了。虽然他没有成亲，但这个计划没有必要改变。爹，反正无论如何， 您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把药厂和秘方交给天宝。你没听见，这是我的决定吗？爹呀，您可要想清楚啊！没必要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天宝是一个不知轻重、肆意妄为的人，而且还想和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堂妹一起私奔的人呢。哎，您把药厂和秘方交给这种人，这恰当吗？ 爹呀，子谦已经回来告诉我了，他追到了杭州，看见了天宝跟若言，根本不是去什么游山玩水，而是想去私奔，想去找一个隐居的地方，想双宿双栖。本来我也以为天宝和叶琳成亲之后，那天宝他可能会有所改变，所以 你要把药厂和秘方交给他的时候，我并无异议。可是爹，自从出了叶琳这件事情以后，我真的怀疑这个天宝啊，
他就是舍不得若言，才用这种手段让叶家退婚的。荒谬，天宝干不出这种事情。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，可是天宝他爱的是若言，这是肯定的。爹呀，您可要想清楚啊，这万一天宝哪天出格又搞出什么别的事情来，那咱们张家可就颜面尽失了。悠悠众口啊，这万一有些人不服气，把他们这些丑事给传了出去，那整个龙阳镇可全都知道了天宝是一个多么荒唐不羁的人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我不敢，可是我只知道那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我也没办法阻止别人去说三道四。反正我觉得天宝的婚事在定下来之后再去记忆也不晚。你跟我滚出去，你跟我滚出去，出去。爹，你自己考虑吧。天宝啊，分厂的事暂时要搁下来，药厂还是由你伯伯去打理。爷爷，我成不成亲没关系，我一样可以接管药厂啊。我明白，天宝，你错就错在跟若言离家出走，现在成为你伯伯的把柄了。他们用你的名声来威胁我，我只有保护你。这事我没有办法，你暂时再忍耐一下，你赶快去找一个好女孩，成了亲，他们到时候就无话可说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爷爷，你不必为我担心了。我真没有想到，我们张家到了我手上，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张家为什么就不能团结一致呢？哎，张家快要散了。我爹现在也不用去什么东北分厂了，我呢也不用去管理什么清洁了，现在我们就是平起平坐，这一局我反败为胜。子谦，好，够狠。不用说了，叶林的事肯定是你做的，但是你先别得意，不管你怎么斗你都斗不过我。哦，对了，我爹呢已经派人把你的东西从爷爷的办公室给搬出来放回原处了。爷爷的办公室不属于你。说了吗？我不会去见叶琳的。我不是为了叶琳的事来的，我是有话要跟你说。有什么话快说吧。我怀孕了。叶老师，叶琳现在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哎，现在
还算好，平复下来了。叶静啊，还在里面陪着他呢。俊华呀，谢谢你啊，为了叶玲，你这两天不眠不休的在这里帮忙，谢谢你啊。俊华，我们感谢你啊，这是你太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再来。不，我不回去，我就留在这里。万一叶玲要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也好立刻能帮上忙啊。俊华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只是你太辛苦了，我非常过意不去。真的没有关系的。那谢谢俊华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好，我们先走。那你们慢走。姐，你就吃点吧。啊，姐。叶琳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继续这样下去，我们很多人都会跟你一起难过的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你要为你父母着想。俊华，俊华，俊华，你帮我个忙好不好？你帮我个忙好不好啊？好，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可以帮你。天宝，我想见天宝，我想见天宝一面。俊华，请你帮我找天宝来好不好？你帮我找天宝来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叶琳，他现在见不见你还有什么用啊？他原不原谅你还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已经退婚了。我知道我们退婚了，可我心里，我心里苦，跟你们谁明白啊？姐。天宝就成亲了，我以后可以做天宝的妻子，一辈子跟他在一起，每天早上叫他起床，送他出门，晚上等他回来，给他做天下最好吃的饭菜。他有什么困难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分担。他有什么快乐，我可以和他一起分享。但是现在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根本就不配做天宝的妻子，也不配做张家的孙媳妇，更没有脸面去见任何人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都不重要了，我就只想见天宝一面，只要一面，我就只想听天宝说他原谅我了，他原谅我就好了。如果他不原谅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俊华，你明不明白？你明不明白啊？叶琳，俊华，叶琳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躺下再说，你躺下再说。叶琳，叶琳，叶琳，俊华，我求你了，哪怕一面，我就只想见天宝一面。俊华，你也不忍心他这样下去吧？姐见不到天宝，他是不会好起来的。你帮帮我姐吧，好不好？俊华，我帮你啊。哥，哥，走，跟我走，马上去跟我接叶琳。走，不行，我不能去，我现在没空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说你没有空？我有事情要办。哎，你是借口。
叶琳她现在很想见你，她需要你的安慰和原谅，就当我求求你好不好？你去见一见她，给她一点安慰，这样她的心里会好受一点的。哎，君华，我真不能去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。你到底有什么事比见叶琳更重要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不行，你马上跟我走，跟我走，你跟我走。我不去。我告诉你，君华，以后不要再因为叶琳的事情来烦我。如果你愿意去照顾她，那你去，反正我不去，我跟那已经没关系了。下去吧，把门关上。谢谢少爷。天宝，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说，一定要到这儿来啊。若言，来，把这药喝了。我又没病，好好的喝什么药啊？喝吧，听话，喝了它，一切就解决了。这是不是打胎药？若言，你听我说，现在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，懂吗？可是这是你自己的孩子，你要亲手杀了他吗？我是没有办法，如果让别人知道了我就完了。我不喝，这是一条生命，这是属于你和我的，难道你要亲手杀了他吗？天宝，我们一块去南方，我们去广西，我们去桂林，我们去任何地方躲起来过自己的日子好不好？不行，我不可以再走了，不会便宜张子谦。天宝，你不要再跟子谦斗了，你放过他。你不是说了吗？爷爷知道他的为人了，爷爷会小心他的。若言，你想想看，如果爷爷现在又知道我们走了，那他心里能受得了吗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，我去跟爷爷坦白，我们一块去求爷爷，爷爷会放过我们的。不可以，不可以的。不可以让别人知道我是假的张天宝，你懂吗？来，把药喝了。不行，把药喝了。我不喝。过来，把药喝了，把药喝了，快把药喝了。天宝，你怎么这么对若言啊？若言，你干什么？不用你管。为了张家的财产，你已经失去人性了。若言这么爱，处处为你着想，你怎么这么对他呢？我不用你教训我，你给我滚。若言，你走开呀。若言，我送你去医院，走，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，走开呀、啊！君华，回来，回来！哎，师傅，这里。哎，来了，坚持住，马上送医院。好，坚持住，坚持住。若言，若言，你别再追了。再追的话，我马上去告诉张老师，你就是贾天宝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来人！医生，若言，坚持住！医生，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救命、啊！救命、啊！来人啊！医生，快救人！来来来！若言，坚持住，一定没事的。若言，医生，快救他了！若言，没事的，坚持住！若言，没事的。什么？你还想怎么样？君华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跟你去见叶琳。你们两个先出去，我有话要跟叶琳说。
宝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我好想你啊！你终于来看我了，天宝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好不好啊？你原谅我好不好啊？你说我怎么原谅你？我告诉你，我答应跟你结婚，不是我喜欢你，也不是我回心转意，是爷爷说，只要跟你结婚，就把药厂秘方通通都交给我。现在这个样子，婚事都退了，我什么都得不到，你说我怎么原谅你？天宝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本来就是这样，我跟你结婚就是要利用你啊，我要利用你得到我得不到的东西，我要利用你去打败张淑如、张子谦。你现在非但帮不了我，你还害了我，你还害了我，你懂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哭什么哭？你还有脸哭了？怎么哭都不会可怜你了。这个样子，你太像一个扫把星了。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，知道吗？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天宝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我求你不要走。身边什么人对你好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君华对你不离不弃，他不惜跟我翻脸，也要让我过来看你。你应该知道怎么做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很伤心，让我们对你很失望啊！你不能再伤害自己了。姐，君华说的对，你失去了天宝，但你还有我们啊！我们不希望你有事的，姐。你别再折磨自己了，你要是死了，天宝一滴眼泪都不会流的，你为他死不值啊！君华，
天宝，我们的孩子。天宝，我们的孩子呢？孩子是不是没了？你放心，孩子安然无恙，在你肚子里。天宝，我求求你，他是无辜的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如果他命大，那我求求你，你就放过他好吗？你放过他好吗？是我一时糊涂，我不应该伤害你，不应该伤害孩子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该怎么办？你给我点时间，若言，你让我好好考虑考虑，好吗？若言生病了，什么病？你带我去看看。老爷，你不需要来回奔波了，我已经去过医院，只是吃错东西，肚子疼，受不了就去医院。这医生留他做详细检查呢。哎呀，可他一个人在医院怎么行呢？您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让莲姨去照顾他了，相信这一两天就能回家。啊，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若言。别让他乱吃东西。我知道，若言都这么大个人了，就是不懂得照顾自己。怎么，若言吃错东西住院了？那我去看看。你不用去了，你到刘家村去收田租吧。爷爷，收田租这种事一直是刘福去收的，更何况我在厂里面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厂里有你爹和天宝在。你不用去了，去收田租吧。是。什么？你说老爷让你去收田租？他这不是明摆着把你头衔置放吗？哦，他不让你管厂里的事儿，他也太偏心了，他太向着天宝了吧？娘，你别生气啊，这件事我早料到了。现在爷爷最相信的就是天宝，我们要想得到爷爷的信任，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所以，我们得有耐心，有了耐心，我们才能讨回爷爷对我们的信任。有什么用啊？你都说了，老爷只相信天宝，我们说的话他能相信吗？娘，还有一个人可以替我们说话。嗯，这个人爷爷是最疼的，而且最信任他，他说一句比我说十句都管用。你是说若言？医生，我是张若言的家属，我想知道他到底得什么病。这个病人的情况我们只能告诉病人，
至于他让不让你知道，他自己去决定。我们现在很忙。护士，他到底得的什么病？我们不能说的呀。有什么不能说的啊？来来来，若言，喝点粥吧。啊，你吃坏了肚子，现在吃点清淡的比较好。来，我不想喝。莲姨，你在？天宝少爷来了。若言，怎么样了？我没什么事，已经好多了。若言只是吃错了东西，肚子不太舒服。天宝少爷不用担心的，不用来看他的。哟，大哥也在。吃错东西，肚子不舒服了。我看这肚子确实是有问题，不过不是吃错东西这么简单吧？子谦少爷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莲姨，你当然听不懂了，不过你可以问问他们俩呀。子谦，这儿不欢迎你，滚！大哥，我会走的。不过，我得把话说完。你真是机关算尽的，就连医生和护士都收买了。可是这人呐，没有嫌钱多的，他们把你给卖了。张子欣，要保重你的身体，做什么事都要小心啊！你不顾及你自己，也要顾及一下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子谦少爷，这说什么呢？莲姨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天宝和若言他俩有孩子了。啊，你说说，就他们俩这关系，这爷爷会怎么看？这全家人会怎么看？若言，是不是真的？子谦少爷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天宝少爷，子谦少爷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们俩真的？天宝少爷，你告诉我，天宝少爷，你说话呀，你说话呀，你混蛋！我天宝，怎么的？想杀我？想杀人灭口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想杀我，但是你不敢。现在我就回去告诉爷爷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若言，要想保住孩子，就得说实话。张子谦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若言，子谦少爷说的是不是真相？你告诉我。
好帮你想办法呀。若言，你说话呀。你给我站住，站住，让开，你给我让开。多活一会儿，要不然我就先杀了你。终于明白泪水真的很咸。